Hey， 大家好，我是 Chill。 今天想了很多地方，到底哪边可以我可以吃的东西。好，那今天来到这间是淡水的那个想飞，在这个英专路里面。然后看评价还不错，然后看到社团里面有人 po， 我就想说好奇来试试看。那等一下带大家进去试试看喽。带大家进来看，门口充满了海洋气息，室外有户外。然后这是他夏天限定餐点。他的菜单其实选择的种类蛮多的，这个是他咖啡啊茶的菜单，这也是他放餐具的地方。因为天津民族形成的存在，然后他用很多的灯，其实灯光亮的感觉。因为他下午我老公下午不错，那我就用这个下午吃。这边是属于比较单人的座位，有一些客人留下来照片，欢迎写真。这边是苹果柜啊，有卖果酱、蛋糕什么。然后这边我突然发现说，他原来有在卖料理包。刚来了意大利面套餐的浓汤，是用杯子装嘛，喝杯装的。你要来喝喝看，试喝看看哦。里面好像蛮多料的。就是一个奶油基底的汤，然后呢，感觉就是里面有加了一些鲜奶油。感觉很像那个好事多的蛤蜊浓汤的味道，不过应该不是，就是它有很明显的那种鲜奶油的味道。我觉得咸度可以，所以喝起来不会很腻。OK， 然后里面的料还不错，多有洋葱、高丽菜、火腿，然后还有一些玉米粒、洋葱、火腿，好像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是什么？你点是吧？奶茶。奶茶，普通的奶茶。你刚好喝吗？没。我们等一下来喝喝看哦。就再来喝喝看哦。感觉是自己弄的啦，就是是茶包去泡的，然后加一些奶精。是 OK， 没有特别的突出，但是可以接受。这是富山的红茶，我来试喝一下。好喝看，从颜色看起来很像奶茶，但是它是红茶，然后呢无糖的。对，我来喝看。对啊，其实还蛮好喝的。会涩吗？不会，其实不会。因为我刚刚点餐的时候啊，我说我要无碳的，然后他就有跟我说一下，说可能会比较涩一点，所以还不错，就对了。还不错啊，就是一般应该有的水准，然后我就不难喝。然后这是鸡恶魔鸡腿排吗？还是鸡腿很大只？对，这是鸡腿很大只。然后这是鲜贝酱，三个鱼那个鲜，很大盘哦，看起来蛮豪华的。好，我们秋太来吃一下看看。它还蛮特别的哦，这个应该就是 XO 酱。对，比较少看到这样子基底的意大利面，然后来试试看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好，那它里面其实就已经有一些 XO 酱在里面，它看起来呢还是奶油的基底，试一下。
好吃吗？嗯，很不错哦。它的 XO 酱啊，海味蛮不错的。然后我融合一点奶油。什么是海味？海味啊，就是那种你去吃海鲜，就是会有海味啊，鲜味啊。哦。对啊。原来如此。难理解吗？这不是大家。我等一下吃我就知道了。好，然后它就是它的腿排也还不错，有炸过，吃一口看看。嗯，看起来就很好吃。我最喜欢烫的。它有炸过，然后呢，它的面层是有点调味的，就应该是那种有先腌过的。对，然后我觉得还算蛮嫩的，然后是有一点肉汁的，不会很干。好，这是我的酥肥鸡沙拉的套餐，然后里面有这个，哇，这个蛮丰富的，我们来试试看吧。这个是胡麻酱淋上去，然后它这一盘其实蛮丰富的，蛮多东西的。然后这个是酥肥鸡肉，看起来。有鸡胸肉，不能有些鸡肉就可以控制吧？我说可是，如果它有问题，还 OK。嗯，鸡胸肉其实差不多讲到，你吃的这个是什么口味？油葱。哦，油葱口味，对，它有一点，它的油葱不是说我们淋上去的，是它已经是调味好的那种油葱味，所以它其实是没有上，就是腌的时候就是用油葱的味口味，它不是淋酱汁上去的。哦，你刚刚这个，你刚刚都会感觉它是冷的，它其实来的时候是热的，所以是刚弄好的。然后我还是看温沙拉的概念。对对对对。啊，沙拉就是冰的，但是肉是热的。对，这个好吃。那个是蛋沙拉。对，蛋沙拉。那这些蔬菜，我应该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在酱料啦，所以。所以我觉得有80分，因为你不会觉得说它是有特别会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在，然后这我很特别的东西，那是好吃，所以我觉得是很放心可以吃的。它的蔬菜量好像也蛮多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分量来说是还不错的，我觉得我蛮推荐这一个套餐的。尤其是有在想要节制饮食的人，然后就吃这个是还蛮 OK 的，热量很低。哎，总结一下这间店啊，这间店的话，我觉得它有几个优点，它离那个它的门口啊，停摩托车很方便，因为在老街里面呢，在这个是英钻路里面呢，你要找到车位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它门口就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室外的空间，然后可以稍微停个摩托车。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如果啊你跟朋友约说，比如说你住在新市镇的人啊，然后你跟朋友约说要带啊朋友来淡水找你啊，那你他这边离捷运站很近，那从捷运站对面走过来英专路里面就可以找到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骑摩托车到那边，那你就不用再想说啊停车的问题啊。然后里面空间还算舒适，那也里面有看到有人带小朋友进去吃饭啊，跟朋友聊天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今天吃的东西啊，其实比较没有什么鉴别度，比如说生菜沙拉嘛，然后酱料这样子，然后跟它的鸡胸。那鸡胸的话，我们就是比较一般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吃起来我觉得还蛮爽的。然后我比较特别推荐我老婆吃的那个意大利面的套餐。那意大利面套餐我觉得分量很大，因为他刚刚一开始吃的时候啊，他以为会吃完会饿，结果没有想到，哇，他吃完超饱的，而且我刚刚有帮他吃一点点的意大利面这样子。这意大利面它的价格我觉得算蛮便宜，因为你要吃到意大利面，然后又有这个腿排这样子的话，双重享受的话，那
就可以尝试看看。然后他刚刚有什么鸡胸的啊，那时候一份啊，有一些口味它才140啊，那我觉得啊这样子是蛮不错的，因为很多意大利面的选择啊吼都是只有说啊可能比较一些培根啊或什么它的那个蛋白质比较少的，那如果你有需要吃一些比较蛋白质比较高的，那它这边都有提供，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分量也上面还不错。所以你今天点的东西是我们之前比较没有点过，那我没有吃过，但我老婆吃过它里面的一个三明治啊，然后是里面是炸鱼的那一种，像那种鳕鱼堡那样子的那种，然后他觉得那个寿司他觉得很好吃，所以之后如果大家如果有来的话也可以尝试的吃吃看，那那个是就是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我老婆觉得还不错的。好啦，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推荐结束啦，拜拜。